报上周动念离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廖小月。苹果生活 Life 名人大平台第12期请来身材和言辞都很大胆的辣妈六月。我担心你 hold 不住我的尺度。啊，真的吗？我太喜欢了，而且我喜欢中午的时候就直接来一个限制级。今天六月要上陈顺华。今天李毅来了，他怎么上？李毅你来上啊，快点。那没有给大平台、欸。我们真的有预示。演艺圈哪位是你的性幻想对象？袁冰。袁冰啊，袁冰也是上世纪的偶像。我以为说我们年纪会讲到袁彪呢。上次蹦出最想离婚的念头是何时？上个礼拜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？跟李先生吵架，然后就离家出走一个小时。然后这样，后来没有离成啊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你这车直接开到护身事务所，我教你很快。孙华老师要逼死谁呀、啊？还放大绝逼六月量体重。哦，我的肌肉你怎么敢呢？真的假的？哦，好哦，快快快！60，哎，你们这个秤坏掉了哦！哎，109公斤，怎么会？你按到哪一个了？哦，来，对嘛？49.4，因为有穿衣服。我们改天就真的是裸身来量，可以吗？可以播吗？拼啦！反正你也没有在怕。娱乐动新闻等你们哦，报道。